什么是天使数字？请问什么是天使数字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，天使会透过某种形式来传递讯息帮助人类，但这些讯息往往不是那么的直接哦，而是透过某种较为隐秘的形式呈现在你的生活当中。举例来说，可能是你翻开书本时的某个页数，可能是某台车开过去时的车牌号码，所以天使想对你传达的讯息可能就围绕在你的生活之中。艺术大师罗丹就曾经说过，生活中不是缺少美，而是缺少发现。举例来说，天使数字就很常以连号的形式出现，比如说777111444等等，而这些数字其实都代表着不同的讯息。细细体会身边的一切，也许就会发现天使想传达给你的讯息。先别急着离开，如果你是想学习神秘学的观众，我正在制作一个帮助新手学习神秘学的课程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点击我个人主页的连接来加入课程等候名单。